挑战物资可以随便捡，但是你只能淘汰穿小白衣服的玩家吃鸡。这个应该很当人了吧？哎呀，我去，淘汰小白衣服的人，兄弟们，那咱们怎么搞啊？为啥呢？因为咱们这个局是王牌局，王牌局怎么淘汰小白衣服的？看一下咱们的场上有几个穿小白衣服的？没有，没有。他说的小白衣就是上衣什么都不穿的那种，然后裤子穿什么都无所谓。这边有一个，就一个。我操！我去，兄弟们，这个是真不当人挑战的。现在有哪个玩家会穿小白衣？很少很少的。而且虽然咱们这个段位是王牌，他这个王牌只限于单人、四人王牌，但是咱们这把开的是单人单牌青铜局，兄弟们记住是青铜，不是铂金，也不是白金，也不是白银，也不是黄金，它是青铜局白银。青铜局里面的小白衣还是很少的，兄弟们，那咱们这把看看到底能杀几个人，能不能吃鸡咱们先不说，因为活到最后的人基本上都会玩，但凡会玩活到最后的，他们身上穿的基本上不是花里胡哨的衣服就是别的，小白衣很少。如果最后一个人或者最后一个队穿的是小白衣的话，咱们说不定能吃鸡，但是如果他穿的不是的情况下，那咱们怎么办？兄弟们没办法淘汰，那只能吃不了鸡。所以说这把完全是看运气啊。这个段位虽然是青铜局，但是呢我感觉整体还是相对比较难的。别着急啊，咱们这边来拿个东西啊，来拿个物资看看有什么。 OK， 漂亮漂亮，拿把枪拿把枪拿把枪，看可以表演几次，一次 OK， 就一次，好像就一次。拿个竹笛。 OK， 兄弟们咱们现在不着急了，咱们没有 必要去主城区了，我感觉因为咱们现在在的位置正好是圈内，走吧，咱们这边换个蛋，然后咱们开车去标点的位置防区搜啊，尽量去防区搜搜。咱们其实不着急啊，碰见小白衣才能打，他不是小白衣的咱们完全就打不了，只能逃跑。能不能开车撞他也没有说，对，他说他是淘汰，那咱们就没有办法开车撞，开车撞好像也不可以，这就比较难了，兄弟们。祈祷这把小白衣比较多吧，但是从刚刚咱们开局的那种情况来看，小白衣就那么一两个，估计也是坤哥，真要是坤哥的话那基本上就凉凉了。为啥呢？那坤哥估计一会儿都被别人给打了，估计真要有坤哥的话也轮不到咱们打，但是祈祷咱们旁边附近刷两个坤哥吧，刷两个小白衣，因为但是有的坤哥兄弟们他身上穿的也不是小白衣，他说的是小白衣啊，如果外面穿上别的颜色的衣服再是坤哥的话咱们也没有办法打。但是呢我有一个技巧可以打，兄弟们等会儿我告诉你们怎么打呀，现在先不着急，先在这边搜一下呀。 OK， 找到了一个死嘎，先找点枪，起码有枪有安全感，就算碰到真人了咱们也能吓唬吓唬敌人，只要不淘汰不就行了吗？对不对？对了，兄弟们，再说一下，咱们的所有挑战只在评论区和私信里面截图，你们尽量在评论区吧。评论区的话，我容易截图，而且评论区也容易被我看到。OK， 兄弟们，咱们这边继续搜啊，记住啊，评论区和私信，你们千万不要来我直播间说小号能不能挑战这个东西，挑战那个东西，咱们不接受挑战，直播的时候不接挑战，兄弟们，再说一遍。OK， 好了，这边没有什么东西，咱们继续搜啊，继续搜，搜了大概一分钟啊，这边也搜完了，咱们的物资现在基本上挺肥的，所以说咱们现在完全不慌，完全不怕人，因为咱们开的是单人单排啊，就算碰到人了也是一对一，一对一的情况下小号还是有那么七八成的把握能打赢对方的，所以啊咱们别急，去前面搜一下，去前面搜。这边我刚来到这里，兄弟们咱们运气比较好，碰到了个坤哥，正好坤哥穿的也是小白衣。 OK，直接拿下好吧，小白衣啊，他穿的是小白衣，白色的上衣，很 nice， 兄弟们现在都别着急了。 OK， 杀了一个，拿了一个坤哥的头，现在很爽，希望别人也穿小白衣吧。别着急别着急，这边咱们开车再转一圈去啊，呀再转一圈啊，呀前面有个人，咱们直接点下车把他给撞了行了，呀呵呀呵呀呵，我去兄弟们没有点到，这个纯属失误啊，我刚给你们说的方法就是碰见鸡哥了咱们直接撞上你，立马点跳车，这样的话人头不是咱们的，这样的话人头不是咱的，咱们也算淘汰了，但人头不是咱的不就行了吗？对不对？刚刚这一把是纯属失误啊，兄弟们，所以说没事没事，咱们等下一波再来。真的呀，刚刚真的纯属失误，兄弟们对不起对不起，在这里面向你们来个三连跪，对不起啊，别着急啊。 OK， 兄弟们再下一个人头咱们肯定不会这样了，别着急，在这边等一下这个圈刷，由于咱们所在的位置是在这个圈中心啊，所以说咱们完全不慌，如果有人来了咱们就打他，如果他穿的
不是咱们的目标，如果他穿的是花里胡哨的那种，不是小白衣的话，那咱们就跑就行了。毕竟一对一嘛，淘宝还是很容易的。这边好像有脚步声，有脚步声，兄弟们，不对，就是有。鸭哥来了来了，这个不对劲，兄弟们，这个不对劲，这个不对劲，这个不是小白衣，完了，打不了。那咱们只能用刚刚咱们那一种方法了，兄弟们，开车撞他，别着急绕他。这个坤哥的伤害还是挺高的，有的坤哥的伤害非常高，我感觉这是系统设置的。嗯，打个比方，三个坤哥里面有一个伤害高，另外两个属于那种伤害比较低的，甚至打不中人的。以前咱们也说过，他这个坤哥也分为 A、B、C 种类的类型。别着急，兄弟们 ，OK， 把他吸引过来，咱们开车撞他。只要把他给撞死，起码不是咱们，只要不是咱们淘汰人就行了。车撞的也不怪咱们啊，撞他！哎呀，我去，完了！哎呀，这个楼梯挡得明明白白啊，兄弟们，直接给我干残了。不要慌，小问题。这个坤哥真会躲呀，我告诉你，你是真的会躲。给我出来，有本事出来！敢不敢出来啊，小伙子？敢不敢？快点出来！咱们往外面拉一下，兄弟们，别急别急，往外拉，往外拉。等他出来啊，等他出来。这边先打个药，磕个药，磕个药。咱们现在还在圈中心，这个圈刷的太慢了，真的太慢了。不要急，兄弟们，这坤哥还不出来？不是吧，哥们儿，出来呀！我去，他躲在那个墙后面，我真的服了，兄弟们。别急，我就不信你出不来，继续给我出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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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只要出来五米钟，哥们儿，我就能把你给灭了。别急，兄弟们，这边咱们打个药，等会儿再次准备跳车啊！跳车的情况下，基本上摔不死啊，更别说咱们还有这么多血。80的血量够了，跳车顶多扣60多的血，所以说玩家不慌。出来了没？出来了没？出来没？哎，出来了！哎，在这边看到，321，给我跪下！我靠，假的吧？